监察院长王建山骂家己人讲监察委员无爱改革，引起监察委员是不满对呛，最后是予立委看甲正害头。有立委是认为讲王建山确实认为这制度有问题，就应该由内部提出来检讨，毋是搬上台面哦，予人看笑话。毋过嘛有立委是认为讲监察院真正是无啥功能，应该废除。监察院长王建山对监委收养关怀这种言论引起监委不满，全力反呛。王建山不就监察院，监察院这把火在家己厝摊开，好立委也正着急，会带来宪政危机。监察院立院以来最大的危机啦，过去在传出怎么不和，从来没有台面化。现在五权自我矛盾已经乱成一团了，所以五权是走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一段性我是主张这个利用这个修宪，把监察院修成民主的机构之一。民进党立委蔡鸿荣表示，监察院功能不好，不如修宪废除。监察院的很多功能可以由法务部、政风单位，还有一些监督行政院的，由立法院来分摊这些任务。所以废掉监察院只会为国家节省公帑。国民党立委都属于定位，有人讲监委是受用职务，也不过伊相信，就算讲受用，也爱有相当的专业能力。监察院长建山不应该把问题搬上台面，早就应该在内部进行制度检讨。身为院长，那监察院到底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我们的整个制度上有哪些瑕疵，那你应该提出来改进嘛，而不是在那边那个放炮嘛。立委认为，国宽分立的宪政体制已经歹改变，总统曼丘应该赶紧化解监察院内部清机，避免放任王建山甲监委乌白对外化威，无正即可令民对政府更加失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